分掌听写，熟悉字母组合。好，那么首先，请你把好好先生写出来，一共有四个好好先生。开始。好，如果你写完了，那就让我们正式进入听音写词。Number one, mail, mail, mail. Number two, cake, cake, cake. Number three, wait, wait, wait.Number four, subway, subway, subway. Next one, hay, hay, hay. Next one, paint, paint, paint. Next one, today.Today, today. Next one. Eight, eight, eight. Snail, snail, snail. Sail, sail, sail. Straight.Straight, straight. Flame, flame, flame. 好，检查一下吧。怎么样，写的好吗？那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好，那首先第一个 Vivian 听的是 mail, mail. 那么说了字母组合 AI 经常放在单词的中间，所以这个你应该想都不用想哈， mail. OK, next one. 在这儿呢， cake, 那一看它的结构隔过去一个辅音字母，那你就应该想到是 A space E 结构，对吧？ So cake. Next one, A, wait, wait, 你自己来打勾哈。下一个 subway,Subway, 同样，你看它在单词的结尾，所以我们判断应该是 AY 组合，对吧？ Subway. 好，接着 Hey, 那同样是在单词的结尾，所以能判断一定是 AY 组合，对吗？ OK, Subway. Now next one, Paint, 一看发现在单词的词中，所以果断判断它是 AI 组合，孩子们，是不是？那接着 Today, 不用说，在单词的词尾，所以应该是 AY 组合。那看下一个你是怎么判断的， 8, 因为你发现发 A 的音有四条横线，肯定是最长的好好先生。那接着 snail, 同样在单词的词中，那我们判断它一定是字母组合 AI, 对吗孩子们？那接着在单词的词中 AI, 在单词的词中 AI,在单词中间，但是它隔过了一个辅音字母，所以我们判断是 A space E。 所以在这样看来，我们发现四个好好先生虽然发同样的音，但是对于我们背单词却丝毫没有增添困扰，反而增加了很多捷径。那是什么呢？ AI 组合经常放单词词中，AY 组合经常放在单词词尾，那么 EIGH 带着 GH 这个小跟班，那么还有 A space E 结构。所以 Vivian 非常喜欢这四个好好先生，我不知道你对了多少个，那我们的标准是十个，如果你没有对到十个，那么你就要重新进行这一部分的学习，直到你对十个以上为止，可以吗？哦，如果可以，那我可太高兴了。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进入我们这个 part 了。我们认也认了，读也读了，说也说了，写也写了。现在呢，我们要把它运用出来，同时看看能不能对我们的听说有点帮助。我们来看一下。
大嘴巴，顺口溜。我不知道前两讲的大嘴巴顺口溜你说的怎么样啊，看看你还能记得多少，你可以自己叨咕叨咕哈。那今天我们来看看我们的大嘴巴顺口溜是什么。好，我们赶紧来看一下。好，那首先我们看到了一个小动物哈，它叫 snail， 是个蜗牛。那这个男孩拿着一支蜡笔，那画，我们都知道画叫做 paint。那这两个东西能不能放在一起组成一个小句子呢？来看这儿， paint a tail on a snail， snail snail snail， 注意它的韵律哈。 paint a tail， 我们知道 tail 是尾巴的意思对吧， paint a tail， 画一条尾巴在 snail 上。好，那 snail snail snail， 好，我们一起重复哈， paint a tailon a snail， snail snail snail。 好，看下一个。哇，这个天气很冷对不对，那我们来看这儿， lovely sleigh on its way， way way way。 我们都知道 sleigh 叫做雪橇的意思，你看它是什么组合， E-I-G-H 组合对吗， lovely sleigh on its way，很可爱的雪橇在路上走着， way way way。 Now again 我们一起来念， lovely sleigh on its way， way way way。 好，看下一个。哇哦，这是什么呀？有同学说薇薇这是龙猫，对，这是龙猫。那这个龙猫是用什么做的？是用稻草做的。来，孩子们看这儿， pay a day on the hay，嘿嘿嘿。我们发现那小男孩非常喜欢一个稻草哈，当我们去一些农场的时候，我们喜欢在稻草上滚来滚去，觉得非常软也非常舒服哈。 Now pay a day on the hay， 嘿嘿嘿。来，一起来， pay a day on the hay， 嘿嘿嘿，意思是花费一天的时间在稻草上玩，嘿嘿嘿，一点都不累哈，花费一天的时间。好， the last one， wow， maybe it's the girl's birthday， 是她的生日吗？看一下， take a cake to the lake， lake lake lake。 好，带着一个什么去哪儿啊？带着一块蛋糕去小湖边哈， take a cake to the lake， lake lake lake。 怎么样，那这几句朗朗上口的 chant 是不是能帮助你把好好先生的发音发到极致啊？那我们还记得第一个吗？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哈，一起来回顾一下。来，往回移，往回移，再往回移，不行，还要往回移，再往回移。好，到了， paint a tail on a snail， snail snail snail， 我们一起念哈，lovely sleigh on its way， way way way。 Now pay a day on the hay， hay hay hay。 最后， take a cake to the lake， lake lake lake。 好，那么我们的 chant 就记到这儿了，我相信啊，好好先生已经深深地印在你的心里了。那么你在字母村里又多认识了四位能帮助到你的老师，对不对？那作为村长我是相当开心的。那么今天的课程呢，说结束也就结束了，是不是？那最后的这个 chant， 来， paint a tail on a snail， snail snail snail， lovely sleigh on its way， way way way， pay a dayOn the hay， hay hay hay。 Take a cake to the lake， lake lake lake。 那这首唱的当然就是你的作业之一了，那肯定还是有其他作业哈。首先第一个，熟记字母组合，那没什么可说的。今天我们学了四个好好先生，接着见词知音，那我们在拼词牧场那块就是见词知音，你看看那几个回合你能不能胜出哈。那听音会写，在我们的怎么样，哎，眼疾手快拼单词这块你要好好的写。
那写词最准，同样也是这个部分。那随时操练是魏魏对你们随时的要求，因为自然拼音就是一个工具，你学会了以后要立马把它用起来。好，那今天的课程呢，说结束就结束了，我觉得一下子过得好快呀。那好期待下次课赶快与你们见面，因为下次课字母村里又有大事儿发生了。好，孩子们，那我们下节课再见吧，拜拜。